大家好，我是祥子啊。平时生活当中呢，我也比较喜欢玩《王者荣耀》这款游戏，现在是王者47星。前一段时间呢，添加王者荣耀的一个微信群，群里面呢，一个女孩子讲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说只要带她上王者，干什么都随便你啊，男女不限。这句话一开始以为是个玩笑，但是事后呢，有很多群里面的队员在讨论这个女孩子。之前也确实是发生过这样的事件，这个事情呢，就引起了我警惕。我添加了这个女孩子之后呢，不到2星期时间吧，她现在已经到达王者段位。他的感觉就是跟我变得很熟，并且在言语上非常的轻佻。昨天嘛，他给我发了这样一条语音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哎呀，关羽和孙悟空的皮肤最近返厂了，你要给我买的话，我就去找你，车费我出，干什么你随便呀。但是他现在已经在火车上了。我们协商之后的意见呢，是只要一见面，这两个皮肤我就喜欢上他了。这个女孩子跟我说，她现在的年龄是23岁。其实，在这么好的一个年龄啊，能走错一步，这一辈子就要入深渊里面了。当然，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啊，您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引以为戒，不要轻易的相信手机对面的人真的就是好人。一路上累坏了吧？还好，挺好的呀。你都见我面了，把皮肤买了给我呗。给你，我微信转给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咱本来就说好了嘛，见了面立马皮肤给你。我这长得也不丑吧？不丑，先看看。就是年龄这块我不太开心。那你看我长不像20岁吗？我看你长像18岁。去吃什么呀？你想吃吗？随便吧，这边我也不太熟，你定吧。你一个人就跑来了，你不怕我这边是个坏人？你看起来也不像坏人。坏人也不把坏人两个字写脸上呀，问题是。那你看开这么好的车，你肯定工作很体面吧？是吧？有钱人都是好人呀，穷逼才是坏人。那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有钱人？那看你游戏里边是 V8 了。游戏里边是 V8，肯定有钱吧？可能怎么感觉好像还我被套路了？你呢，就先在这个地方一休息啊！我刚才我同事他们给我打电话，这边也有点事。哎，你先稍等，你先过来坐，听我说。我同事刚才给我打电话，我现在下去给他送东西，10分钟上来。那你就把我东西扔这儿吗？不是扔你在这儿，你先把东西收拾收拾，你先往那一坐。那你不用回来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等你回来。我很快，你先在这坐，先把东西收拾一下啊。对啊，那个男的来接的我呀。对啊，是公司的。他这男的还挺有点钱的。哎，我都生往上哭呢，他都不带反应的。你说这男的是不是怂逼呢？没有，不说了，我这边先去洗个澡，等他回来。你干嘛呀？你话好好说好不好？你再吓我叫了啊！我别！哎呦，我都来了。你先把衣服穿好，行不行？我来了，你想干嘛？你看你上面有多少钱吗？没有。你先把衣服穿好，我把那边我爸正好把那边钱分给你。先把衣服穿好。穿衣服干嘛？我说不是，你先把衣服穿好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呢。那方面有点问题，就有点问题，就有点问题啊！你骗
骗我，没骗你，真的，这个家族遗传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漂亮？不是，你挺漂亮的，您先坐，您先坐。这个钱呢，我让你打包完回来，我也不可能让你带过来的。不要钱，我不要你。我你也可以得到，只不过后半生可能就无性恋爱了。你骗我了，就是吧？不，你这么漂亮一个女孩子都这样了，我没反应，你多少钱？就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我没有能力，另外一种可能很多人看见，是吧？你这个钱呢，不是侮辱你这个，但是我也不会平白无故的给到你。那你说吧，有什么要求吗？喝点酒吧。那又不喝酒了？说想喝点调调地调情趣，您感觉也来了。我这边呢，你先把衣服脱了，今天不能播，扣给系上。我叫晕奶。酒也喝了，那钱打算怎么给呀？钱肯定就是你的，只要你能喝，能呀，那就好说了。你等等啊，正好朋友那天来我家玩，给我留下了这么点酒，啤的、白的、红的，白白兰地、红星二锅头，也不知道你喝没喝过，56度，想喝哪一个？来啤酒吧。怎么就喝啤酒？不是挺能喝的吗？三个酒放一块喝，不能喝死人的吗？其实喝酒这个东西啊，没有喝死人的，只有动力不够大。看这个酒怎么喝，老妹儿。那你打算怎么喝啊？你看，今天要这么喝的话，你还能喝死吗？啊，这不是在迷死吗？是这种感觉。哎，一杯，这个钱，你要喝不了就是喝不了，你要喝吐了我也不让你喝，能喝这都是你的。喝是没问题。那这么多钱能喝到什么时候呀？啊，这点你就对不起了。我平时啊就好收藏个杯子。这够喝了吧？我都给你压上。这儿呢，一共是10000。反正你和我呢，也不是为了钱。你刚才说的也挺明白，是吧？我就开刀啊。只要我把这酒喝了，这钱都是我的，是吧？你看哪户先喝哪个，别你喝了2杯之后倒过去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也喝不了，你说啊。酒我还能喝不了，我得给你找个水啊。先别喝，我看看。来，哎，你要喝不了，你喝了。没问题啊，接着来吧。加了酒呀，喝了他妈不到10万块钱，就不要钱了，我操！我睡了多久了？哟，起来了。喝了多少呀？喝了大概7000-8000了吧。还有3-4轮没喝呢，要不起来把剩下的喝了。别，你先别急，给你看点好东西。看这是谁？
你干嘛呀？这是干嘛干嘛？让我让我好，我现在给你讲正经的哈，1万块钱，立马给我打到我手机上。现在是5:20，5:30，我一定得接到钱。